大家好，我是 Ryan， 欢迎又回到我们安居多人多这个频道。近排天气就很冻，希望大家就穿多件衫保重身体。今天就带大家来到万锦市 Butterfield 这个社区，就是位于 Woodby 甲十六街以南。这一区就非常方便的，行过少少就 Highway 404， Woodby 直落以南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 Highway 407了。加上呢，依度附近呢就非常之方便嘅，有大统华啦，有其他食肆，同埋有唔同嘅超市都喺度附近。咁 Costco 向南少少又喺度 ，Home Depot 又喺度。你可以睇下依度呢个 community 嘅 directory， 大概系有三十几间喺度，有双车房，有单车房嘅 townhouse 都系 freehold 嘅。咁今日带大家睇嗰间咧就系三层式单车房 townhouse， 而呢一间嘅 townhouse 咧就2000松啲尺，咁个阔度咧就系17.几尺，乘以个深度咧就系73.几尺。入边咧就系有三房、两个浴室加一个 powder room。最重要咧，呢间 townhouse 就系有个 lift 喺入边，你可以由个 basement 搭 lift 去到三楼，都唔使行楼梯。咁而家咧我就带大家入去睇一睇呢间townhouse 入面的内容是怎样，但是入去之前呢，希望大家 share 点个赞和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多谢大家，我们行了。这里由大门行入来呢，左手边呢还有个 powder room， 在 powder room 出来呢就直入，左手边就会落个 basement，一間就會上去二樓個 living room 同埋個廚房，同埋左手邊呢個就係有個 lift 嘅，非常之方便。上去二樓三樓咧，可以唔使行樓梯。同埋呢度咧，仲有另一個偏廳又得，工作室又得。嗱，呢個就係正門入嚟啦。頭先咧，我就係喺後邊車房嗰邊入嚟嘅，同埋呢個就係 closet。咁樓底咧就有9尺高嘅，同埋你睇下呢度嘅廚房 upgrade 咗嘅，不鏽鋼雪櫃 ，kitchen 嘅 countertop，kitchen 嘅microwave 同埋焗爐，仲有洗碗碟機，全部都係 KitchenAid 嘅 upgrade 咗。你一過嚟呢邊睇一睇，呢、這個就係 living room。咁對出就係 Woodby。咁我哋行過嚟呢一頭咧，呢、這個就係對住內街嘅，就有個露台喺度。咁呢度仲有個飯廳。咁我翻到嚟呢边咧，呢度行去呢间房咧，就系个 laundry room。咁我哋而家上去三楼度再睇一睇。咁我哋上到嚟呢一度，首先右边就有两间细房，呢个系第一间。同埋有個 closet 喺度，喺依間房轉翻出嚟，右手邊就係另外一間細房，同埋有個小小嘅露台喺度，當然唔少得，依度就有個 closet 啦。咁喺依間房出翻嚟，右手邊就有個共用嘅浴室。在个浴室出翻嚟，经过个走廊，左手边个 lift 就系可以上到嚟呢度嘅，由地下上去一楼，再上到嚟呢个三楼呢度，呢个就系主人套房，
这个制浴室。主人套房还有个 walk-in 的 closet 在这里。那我们一层看到差不多了，那我带你下去 basement 再看一看。嗱，呢個就係 basement 啦。咁個 lift 咧都係喺呢度上到去嘅。咁呢個就係個 cool room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睇到呢度為止啦。如果你哋有咩問題咧，咁就歡迎你哋揾我哋 Settle Toronto Team contact Lily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